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我现在在小婷的自己的客栈这块儿。然后为什么到这儿了呢？因为这两天我看四姐夫和那个银川去送，属于算送外卖吧，顺丰同城。所以说，我想试试玩票玩两天。当然我没有，我不是全职啊，我没有时间去那么弄。今天去办理一个健康证，他们说在小区门口。本来是让石姐波和银川陪我去的，但是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送外卖，送到4、5点钟，反正我做视频的时候，他们才回来的，然后他们还没起来，我就自己出小区去找地儿去坐去，找人去问一下，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弄下来。我想开我车去送去，不知道开我车送。送外卖能不能行？我估计挣不着钱，但是肯定是赔不上的。找，自己一个人找，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这个社区医院了。又问，接着到这边一会儿抽根血，然后就可以办了。到医院了，我也想进三百处，没有人呢，等会儿吧。抽完血了，然后结果明天上午出来，明天上午出来拿就行了。现在让我再回去了。完蛋了，兄弟们，我忘了关灯了，没有电了。打不着火了，怎么办？我记得我车上应该有充电器，我看看去，那充个电吧。哎呀！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是把我这个充电器带来了。哎，用它给我车充个电吧，应该很快。我这个机盖子不憋一下，里边拽不开。充下电吧。超负荷了。自己给自己充会电吧。要不然没办法用副电瓶给主电瓶充电，幸亏我带了一个充电器，但是这个充电器是给锂电池充电的，14.6伏，但是给它充也够用，50安，估计充个2分钟就能把车打着。这只猫，你是谁家的？撸猫，这大猫，你是谁家的啊？大尾巴，大尾巴，使劲撸。OK 了，打着火了，搞定了，打着火了。这个充电器充电还蛮快的，只充了有2分钟就着火了。来拿健康证来了，也不知道出没出，应该出来了，是吧？去看看。哎，没有人呢，等会儿吧。关于免收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费用的公告，就是办理健康证是不要钱的，拉萨至少拉萨这边是不要钱的。
你刚才在门口一直在那边等着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没去找医生吗？我不以为你们中午休息快要休息了，我们已经休息了，其实呢。啊，我是就下来，我以为你们中午已休经该息，下来我也了。没好意思叫。那你得等个3个3多小时，你要哦，等吗？啊，得等3个小时呢。对，哦，咱们这是下午几点上班？3点半上班，不一定。打哦，习惯的话就2点开始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健康证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咱们去办理其他的手续，然后就可以去送快递了。哎呀，培训要下午3点钟才开始，我们先煮点饺子吃，还没吃早饭。今天可以不用我做了，银川来伸手了，真好。反正不是我做的都好吃，好吃不过饺子。可以，可以，好吃。拿碗去啊。吃饺子，吃饺子。辣鱼翅吧。还有粥，还有牛肉汤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一个那啥。哎呀，好吃！吃完饭，2点钟再待会儿就可以去他那儿去混混那什么去了。吃这个饼不？那什么饼？老婆饼啊？不是，这葱油饼，多了吗？里面有葱，我割一下吧，把它。我切两个是吧？就是晚上我们唱歌的地方，往这边走一点就到了。好，现在好多人都在这儿呢，看那边好多人。哇，这么多人都准备当啥的？好多人都在这儿呢，都准备培训的，然后要上岗，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能上岗了？对，搞定，马上就可以上。烂蒜，人家告诉3点钟来，我2:40就来了。完了，结果上午非喝咖啡去，说完了说没来，人没来。结果到了4点钟来，告诉过点儿了，没弄了，我把保证金退了，跑不了了，过点不等了。了。然后这2天我快递也都到了，我看我也该出发了，不弄了。我都去。行，还是没买一个。我就是我一我直啥都也没买。买呢，我就光交保证金。不弄了，没事，跟他跑呗。我就闲的我呀，不弄了，不是，到时候人家说是3点钟来，我们2:44来，结果来起个大早赶个晚集，结果没赶上趟，人告诉不行了，不行拉倒吧，反正也没准备这长期跑，算了，要不还得花180块钱买他的衣服，对，还箱子，还得买箱子，哎呀，没跑上，走吧，好了，开开心心的去了，高高兴兴的回来了，没办成，起了个大早，人告诉3点，我们2:40就去了。结果到时候嘎的就说人家没来，然后跑屋喝咖啡，喝吧，白喝了。正好下星期二清早，我操，下星期二又过了好几天了，不去了，把押金要我退了，准备出不走了，我快递也都到了，对，出发。婷姐，他们俩把我坑了，为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人家告诉3点钟去，我们2:40去了，完了我们银川大爷告诉喝咖啡的。喝完了，等着我去看去，看来没来，没来呢，一直到4点没来呢。然后我们说4点差不多，咱们去看看去吧。到时候来晚了，我说我们2:40来了，那人在哪儿没看着你？人家都看着你没看着，不是他是啊，是吧？他今天换2个人，完了，人家告诉下星期二清早。我操，下星期二几天了？我一共就想玩2天，结果下星期二一下过4、5天了。今天是周六吧？周六、周天、周一、周一、周二，对，4天之后了，算了，不录了。我也想离开拉萨了。今天啊，这个顺丰没弄上，也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吧。其实我这人的性格就不适合在一个地方待时间太长了，在拉萨住的时间也太长了，我想我也该出发了。其实我是旅行的，本来是想体验一下这个做这个外面送快递员的，就是送外卖的，但不体验也好。该出发了，在拉萨住的时间也够长了，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待时间太长了。我这人要太安逸、太舒服了，我发现对我来说就没有拼劲儿了。走，出发，接着去流浪，然后藏历新年，我感觉在路上过的藏历新年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出发，出发，看吧，往川西那边走。反正我家那边有疫情，现在暂时回不了家，
我估计我到家得一个月，就是先暂时在路上先流浪吧，先走着看吧。哎呀，这个世事无常，有的时候啊，旅途就是在故事中度过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虽然说有点遗憾，但是生活主要笑着面对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是美？坎坎坷坷才是人生，走吧，出发。